小仙女，你的外卖来喽！我等了很久呀。是不是让你等太久了吧？没有。那来，我来就行，我来就行。哎，这什么破公司啊！天天害得你加班吃外卖。嗯，因为我那天早就下班了。早都下班了，你不跟我回去看电影去啊？但是我不想回家。你干嘛？你不回家？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。嗯。我跟你说个笑话吧。嗯。嗯，这个笑话是这样的啊，听着啊。说。从前呢，有一只蚊子。嗯。然后它飞到了小明的手上。嗯。然后小明刚准备一巴掌拍死它，然后那个蚊子就说：“嗯，不要呀，不要呀，不要拍死我今天生日。”然后你猜小明说什么？说什么呀？小明他说：“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”你这演的也太像了吧。嗯，其实今天也是啊，那你等着，我去给你买蛋糕去。哎呀，中奖，这么大人在吃什么蛋糕呀？不是你，你过生日，小仙，你过生日你不跟我说？嗯，现在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赶紧吃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嗯，好。这个汉堡你吃吗？嗯，吃了，我爱吃那个。那你不是要吃鱼的那个吗？嗯。你在干嘛呀？许个愿吧。嗯，怎么这么烦人啊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许个愿吧。别闹，今天可是你生日，你看这人目不无常。穿越人海，只为与你相拥。星光，不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，给你救赎人。